小黄问讲一早载客在高雄九如和民族路口停红灯，突然有大哥这边有砰的一声，遭后方厢型车追撞，问讲下车理论，但肇事驾驶不但很派爆发口角，还想跳上车逃逸，问讲拉住车门防止落跑，没想到对方出手打人，甚至还出脚踹人，气得问讲报警处理。趴着，怎么怎么趴在地上了？干嘛？趴着。肇事驾驶浑身酒味，不配合警方，遭反手压制，被压在地上喊痛，还怒怪警方。肇事驾驶一车四人统统带回警局，徐姓驾驶违规撞车又酒驾，没有保持安全距离，没打方向灯，酒驾肇事，乘客知道酒驾没劝阻，甚至驾驶还没有驾照，五项违规，最高可罚132,600元。驾驶他有酒驾部分，酒测值达到0.47。同一个路口深夜发生离奇车祸，一辆无人机车直撞自小客，让车上乘客傻眼。突然有一台车冲向我们，然后没有人。原本直行的女骑士被右转车辆撞飞，人躺在路上，但机车还在滑行，就这样撞上远在另一边的自小客。虽然让车主傻眼，但所幸没有大碍。记者侯昌腾高雄报道。我是张妹子，播报新闻让我增广见闻，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，也带你一起掌握每日时事，与时俱进，所有最新消息热门话题都在中视。当然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。